VC 杠八零要电池安装及注意事项说明。第一步，取小灵通，打开电池盒盖，取型号为 CR2032 三伏纽扣电池一枚，电池正极朝上。先将电池一端扣入金属件一面，再将另一端往下压平即可。合上电池盒盖，轻触侧面指示灯按钮，如安装正常，指示灯会亮起。接下来执行更换电池操作步骤，需辅助工具镊子钳一把，打开电池盒盖，取镊子钳，将金属弹片轻轻向外推，电池会自动弹出，取电池操作完成。拿新电池，根据电池安装方法进行更换。电池更换完成。